不行啊，今天这红他打不了啊。我搓，我不可能让你打这红，怎么的呢？还跟我跑过来打红，你去他蓝，蓝都不给他打。我怕这积木那啥，但我这线上完了呀。不是俺们家这包女，人家打红都打这么半天，你蓝没打完。我真是吃力不讨好啊！我丢经验帮你守红，你连个蓝都没打完。一过来，一 Q 二连，平 A， 平 A， 走了，拖一下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个风，中风。嗯，我们等个三级，不要让他耗血啊。先把风墙给放了吧。这波不放风墙，我不好收兵了。拖一下，一上来拖一下，平 A， 一口耳裂啊！他没带点盐呢，早说呀，没带点盐。哎，算了，回家吧，血太少了，下波再杀他。先出个皮孩，这基姆好好治治他，别着急啊，慢慢来。我一上来一扣耳链，一回来炮车，一上来打不了戳平 A， 一过来戳一下平 A， 好，这波把他杀了，致命点盐 A 戳平 A， 平 A， 嗯，扣闪，走位不错呀，积木。打不了，一口耳裂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戳 A，A 一下，一过来，戳一下，我回家了。啊！老积木挺烦人的，老积木小狼了一波，嗯，小狼了一波。是不是不怕死？我发现你为什么不怕死？
好几天没玩的亚索，我发现这亚索有点生疏了，感觉攻速好慢啊，我是没点攻速吗？风平 A 平 A 戳 EQ 耳链接大招 A 戳次要死不了，这来绿茶吧，耳链平 A 平 A W 戳 A 致命点炎戳一下，平 A 接中风一走 ，EQ 耳链接扫描打蛋，我觉得还是出个绿叉吧，出个绿叉攻速快，玩的舒服。嗯，攻速慢玩的不舒服。吃塔皮，这蓝枪在那峡谷先锋不用管，没关系。A 接中锋，接平 A， 戳一下。一出耳链，一回来平 A。一出耳链接大招戳死，让蓝枪收挺好，不给积木。哎，给积木也行哈，给积木，给积木好了，应该给积木的，没给积木，我风墙挡那就好了。不接双风吗？刚才我本来想一开始吧没想杀他的，后来我一看这血，你说我不杀白不杀，我把他杀了得了，虽然我跟他换了啊，然后我就没接上那双风。我们来一波中路啊，这边中路估计要挨干了。这包女儿啊六级，我前期让蓝枪没打 buff， 你给我打个六级，兄弟你是真对得起我，给你撕个大鸡巴，你是真对得起我呀。戳算我空线了，我也不推了，我看你来不来。他现在只要到线上他必死啊，他是必死的，这个积木只要他在屏幕之中出现了，我有小兵他是必死的。我们现在有三级的 E，这是学聪明了，人不见了。
我不知道这人上哪去了。怎么人没了呢？再戳一下，一扣耳链接点炎平 A 接大招戳一走，一扣耳链，一扣耳链，前后夹击没地方跑了。出这个吧，我们正好88%的暴击。哎，为什么会有88？我知道两件套直接100%，但是这个88有点儿，哼。哎，我的天哪，简直是噩梦。后边可能有人啊，不是那么很好杀他。哎，大鸡还没打死，哎呦，上去杀鸡母，中锋 A 接大招，戳蓝枪闪现，戳 A 中锋，小月连招有点快。还行，砍死一个啊。要不你就别送了，要我说你就别送了，你让剑圣杀吧。我就三件套就挺好，无尽，你把这塔给我拆了，我一会儿要去杀这皎月了。下路还行啊，主要是中路跟打野，这中路跟打野一个差两级，一个711，但是剑圣收钱了。打你个大鸡！火蓝，哎，火蓝过来呀，火蓝！那皎月搁野区怎么整？我又打不过他，我有盾弓能跟他打一打。这 ADC 搁里边，我们找到他。A 一出耳链，平 A 接大招，点炎 A 戳。这里头一看就是有眼儿啊！快点来中，高地没了，回家出盾弓。这包女送双 buff 了，包女别上啊，包女。
给我中风，一扣耳链 ，A 戳，这脚印给我杀了 ，ADC 戳 A 平 A，W 一扣耳链平 A，A 接中风没中上，戳 A 再戳，中风接大招，戳 A E 平 A 走位，脚印死没死？这不拿下了吗？拿下！瞎眼吧，快走，脚印来了，我可没有盾弓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快走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让脚印发现我们。他剑圣怎么还掉线了呢？哎呦，我还上当一个，漂亮漂亮啊，火蓝！给我炸了！往下走来！我戳你一下！我再戳你一下，这蓝枪打也挺疼啊。中风。如果这一波再去推肯定是不行，我们得需要一个打团的契机。什么契机呢？中风接大招 W 戳 AA 扣闪给我杀，一扣耳链，我的妈呀，这也能喷他扣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打大龙可以，来打大龙。我本来想一开始给剑圣打个蓝的，剑圣一个木刃给我拿个五杀，剑圣。剑圣现在也有点无敌了啊。我中风，哎，这小鸡母一扣耳链平 AA 戳，等会儿啊，我看怎么样能来个双风，中风一扣，不行啊，这太近了有点，我的远程中风，这近程中风不行。鸡母就是我的实验品，小白兔。不是慢了，是太近了。不是 EQR 慢了，是太近了。稍微再远一点能行。跟我上，给我冲！哎我戳 A 一扣
车也行，那剑圣不无敌了吗？剑圣又四杀了，你杀我有什么用？你不就杀剑圣去？贴脸都能双封是吧？不能，贴脸它击飞的时间不够。如果你远着吹风，就是这个数学是怎么样子的呢？你知道吧？这个数学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如果你太近了，把人吹起来了，那么他第一时间他就会被击飞，那么你的 Q 啊，他的 CD 就不够了。我也来把剑圣，我可以来把剑圣。如果你的这个远着点吹风的话，你把它吹起来，你的 Q 的 CD 就会多一点点。